城等局部区域采用传统脚手模板体系施工以外，主要采用自主创新的跳爬式液压顶升构架平台脚手模板体系进行施工。跳爬式液压顶升构架平台脚手模板体系由模板系统、内外构架支撑系统及动力系统、钢平台系统、脚手架系统五大部分组成。该模板体系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工具化的整体设计方法，液压顶升方式提高了模板体系自动化程度，带模爬升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其工艺原理如下：下层混凝土浇导完成后养护，绑扎钢筋，模板拆除后以内构架为支撑，利用液压动力系统顶升构架平台体系半个层高，回提油缸半个层高。同样方法完成该体系余下半层爬升。接着模板安装完成后，浇导混凝土，进入下一个作业循环。为保证构架平台体系顺利通过深壁横架，其施工工艺流程调整为：先顶升构架平台，模板脚手体系，然后安装水平钢构件，绑扎钢筋，安装模板后浇导混凝土。为确保施工安全，构架平台联系钢梁拆除、复位与深壁横架水平钢构件安装应交替进行。